慧敏呀，吓我一跳！王主任，你说我往东，你不往西；我买菜，你就买鸡；我遛个弯儿，你在身后奔走不息。你累不累呀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吗？你说你信神坐监4年半，刚放出来，村长可说了，让街坊邻居啊。 多多关照你，我这妇女主任能不带个头吗？王主任，您这关照我可享受不起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回家。回家？哎，你等等我。喂，派出所呢？杨浩明呢？买菜去了。买菜去。 这个礼拜他总没来报道，手机也打不通。告诉他，必须24小时开机，随叫随到。要是发现他还信神，就再把他关进监狱，一辈子不想出来。魔鬼，这和坐监有啥区别？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见着弟兄姊妹了？见是见着了啊。 我刚想上前搭话，就看见王主任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只好回来了。这出了监也没有自由，这就是被软禁了。妈，咱不能出去聚会呀，就在家独身的话，有神带领，照样能明白真理。你说的对，咱就在家里聚会。 你信神就得将心交在神面前，你将你的心献上摆在神的面前，那你在熬炼中定能不否认神、不离开神，这样你与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近，与神的关系越来越正常，与神的交通也就越来越频繁。你总这样行。 就会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的光中，在更多的时候活在神话的引导之中，你的性情也越来越有变化，你的认识也就与日俱增。阿门。感谢神的，妈，咱们。 谁呀？我。 姐，你这大包小包的干啥呀？打今儿起我就住这儿了，跟姐夫吵架了。吵架？我是专门来看着你的。看着我？我去派出所给你取身份证，你知道警察跟我说啥吗？说信全能神的属于政治犯，是国家要犯，是重点打击对象。你要还信神，咱们这一大家子都得跟着遭殃。孩子不能上大学。 不能考公务员，就连我跟你姐夫也要丢工作丢饭碗。警察让我24小时看紧你。姐，慧明，听姐一句劝，别再信了。如果让警察发现，那咱这一家老小，这还咋活呀？你害怕共产党抓捕，不敢信神，我能理解。但你不能拦阻我信神呐。你也知道，全能神来做审判工作。 就是为了竭尽人拯救人，把人带进天国。这是人类唯一蒙拯救的机会。你不信神，还随从共产党抵挡神，大灾难已经降临了，抵挡神的人都得被毁灭，共产党的末日就到了。你随从共产党，只能落在灾难中受惩罚，到那时后悔就晚了。惠利呀，现在灾难是越来越大。 全能神也密降临，就是为了成全一般得胜者。这是我们唯一蒙拯救进天国的机会呀！你说你因着害怕受迫害，不敢信全能神，这就应验了圣经的话：“
胆怯的不能进天国。今天你不受被迫害的苦，明天只能下地狱受永远刑罚的苦了。妈，那共产党都疯了，谁不害怕呀？你看到共产党到处拆教堂、烧十字架、抓捕基督徒，他恨不得把你们这些信神的全部消灭。这你们比我清楚啊！啊，你如果再被抓，恐怕连小命都没了，你还怎么蒙拯就进天国？姐，咱们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要想活命，咱就得忍耐到底。水开了，做饭去。你干啥去？帮妈做饭。不行，你跟妈必须保持距离。你省得你们老说信神的事儿。对，你看看啊，这共产党都给你迫害成啥样了你。咱俩一起看电视。公安部耗资2000亿建成全球最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天网工程，该系统引入人脸识别、车牌分析及人工智能等多项技术。该系统以物理为，看着没，这都是高科技监控啊。你还想信神聚会？你就是再谨慎，你能躲过共产党的眼睛？你再被抓，那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不好说。姐，人的生死都在神手中掌握，不是共产党说了算。这共产党再疯狂，他还能逃出神的烈怒啊？你看，每回共产党下迷离，要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，没等他阴谋得逞，神就给他降灾了。地震、洪水、瘟疫，这些灾难都是咋来的？就是共产党作恶抵挡神造成的。姐，你可不能跟着共产党抵挡神呢，这是要遭报应的。慧丽，有句老话咋说来着啊？善恶终有报，天道好轮回，不信抬头看，苍天饶过谁。这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多行不义必自毙呀。妈，我也知道共产党的末日快到了，可他一天不垮台，你们信神他就要迫害你们呢。这大白天拉着窗帘干啥呢？有人没？刘婶儿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不干啥，就是看你在家干啥的。这家来人了。哟，是慧丽呀，我以为信神的呢。行了，那没事了，以后别拉窗帘，这大白天拉啥窗帘。看看看看，能落信神的事吗？啊，这共产党对你是下了功夫的，不光让我看着你，就连邻居都成零零七了。你俩再这么信下去，早晚有一天还得进监狱。不行，姐，慧丽，你，慧丽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俩必须分开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给我，姐，马上往家去。哎呀，慧丽，姐，你松开。哎呀，你疯了你呀、啊！我是疯了，是共产党把我逼疯了。你们信神，他就不给咱一大家子留活路。为了这个家，我只能这么做。妈，走。姐，你撒开，你撒开，我信神不用你管。妈，姐，今天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，信神这条路我走定了。共产党这么抓捕迫害都限制不了我，你也别想阻止。你要怕受我牵连，咱们就各走各的路，谁也别干涉谁。你等着被抓吧。慧丽，慧丽，这共产党迫害基督徒是啥手段都用啊，又是监控手机，又利用邻居跟踪监视，这连家人都成了他的工具了。
共产党把中国封锁得跟魔鬼监狱一样，这是不给信神的人留一点活路啊。这让我想到神的话说，魔鬼将人的浑身捆得结结实实，将人的双眼都蒙蔽了，将人的双唇紧紧地封上。这魔王横行了几千年，以至于到今天仍将鬼臣看守得如此严密，犹如一座攻不破的鬼的宫殿一般。妈，只要不亲身经历共产党的迫害，咱们上哪儿能看清他的恶魔实质？又怎么能从心里恨恶他、气绝他呢？是。共产党越迫害咱们，咱们就越能看清他的丑恶嘴脸，越能看清他的邪恶。这样，我们就更有信心跟随神。对。喂，杨浩明，赶紧来派出所报到。妈，我去报到。妈，妈，姐，咱妈呢？我和你姐夫把妈接走了，妈不回去了，你的书我也拿走了。你。硬把妈给接走了，我一个人照样祷告神，读神的话。全能神说，神所说的得胜者，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，撒旦的围攻之下，就是在黑暗势力里人还能站住见证，还能持守原有的信心，持守对神的忠心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还能持守在神面前贞洁的心，持守你对神真实的爱，这样在神面前就站住见证了。这就是神所说的得胜者了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开门啊！谁呀？我报大队的，赶紧开门。这大晚上的，你们有啥事儿啊？例行公事，赶紧开门。来了。这磨磨唧唧又看神话呢？这么晚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执行公务。你们凭什么给我非法录像拍照？杨慧明，今儿我们来看看你出狱这段时间反省的咋样了？还信不信神了？我走的是人生正道，我要反省什么？你们非法判了我4年半，出狱了还无休止的骚扰我，这不是画地为牢吗？
台，党这都是为你好啊。看看你信神信的，儿女都不认你这个妈了，这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么破裂了。是共产党仁慈，没把你关死，要不你还能见着你的老母亲。你得感谢党啊。就是，对呀。我还真得感谢共产党，要不是共产党镇压抓捕基督徒，我的家能破裂吗？是共产党毁了我的家，还反过来说是我信神造成的。你们可真能颠倒黑白，歪曲事实啊。杨慧明，你别顽固不化，你是不是牢饭还没吃够啊？我只是因为信神，你们就非法抓捕监禁我，出狱了还不放过我，不但让邻居来监视我，还威逼我的亲人来逼迫我，你们还隔三差五的来骚扰威胁。你们这么迫害基督徒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我们共产党人连下地狱都不怕，还怕报应？共产党对待信神的，就是要赶尽杀绝，斩草除根。在共产党的天下，信神就没有好下场。我警告你，你只能在家待着，不准出门，还必须按时向我们汇报。如果你还出去聚会传福音，我们就再把你关进监狱，一辈子都别想出来。哼，我们走。别以为你出狱了就自由了。一群野兽想让我否认神，背叛神，没门儿！我还就要跟随神走到底了。我看见天国降临了，没有任何人能拦阻我信神，跟随神。